真被你说对了，这真是我们集团的总裁。你们怎么？豆豆，徐总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哦，我之前被辞退的时候找了份服务生的兼职，可以增加点收入嘛。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们也去看看吧。去哪儿啊？可是我们晚上还有睡觉吧。好。夫人，哎，来了。你们找您干什么？让我们干嘛呢？倒水呀。烫的水，这是人喝的吗？给我挂！冲！倒个水你都不会倒，你会干什么呀？啊，伺候人的事儿你都不会干，你知道我这衣服多贵吗？弄脏了你赔得起吗你？哎，妈妈，没事没事，别谢别谢。哎呀，要不算了算了。怎么了？心疼了？这五十胳膊肘往哪管？你拎得清吗你？就是啊爸，咱们仨才是一家人啊。还是我儿子懂事。爸爸，我要回家。别让阿姨看到了，不然又要生气了。这钱你拿着。爸爸。是爸爸对不起你。你拿着这个钱和镯子去找你亲妈吧。好啊，林志伟。捡来了你还当亲生的养啊？啊？还有你啊林东东，谁叫你把手伸这么长来要钱的？打今儿起你别想从我们家拿走一分钱。既然你有妈生没妈要，那我今儿啊就替你妈好好的教育教育你。谁说他没有妈了？我倒想看看，谁敢欺负我的女儿。